朱俊彦才刚上刘在熙的节目，公开跟大 S 的恋爱过程，大家都还沉浸在这个童话恋情里。人家姐夫已经悄悄归台陪老婆啦。周杰伦27日在动态晒了多支聚会影片，其中大 S 同框朱俊彦，让大家惊呼姐夫真的离不开 S。 这个镜头 right here. I want you to focus on the phone.当然还有好久不在台湾的林俊杰跟周杰伦有剧，真的超搞笑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小 S 带着老公徐亚军出席，差点变成现场。这场台湾演艺圈大明星聚会，别说这个太高级啦，不仅包下米其林餐厅，所有组合根本是夫妻放闪大赛。最后周董不甘示弱，晒了个夸张的名照博版面，而俊俊彦在早上 po 了跟周杰伦的合照，不过他 take 都没成功，也别说姐夫真的太可爱了。而华语天王 po 上韩流始祖，被网友比喻为超次元的梦幻组合，真的是活久见。其中周杰伦的招牌也可以说始终如一，还有人敲碗希望看到两人在音乐上合作。